Hello， 各位小红书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啊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非常的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我的小伙伴们的威逼六下，今天这期视频得把我的这个面膜箱，万能的面膜盒，我经常用的面膜分享给大家，先给大家看看我的面膜箱。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坏掉了。没关系，这个面膜箱用了很久了，因为大概有一年多了吧，还挺结实的。然后这里面都是我经常用的一些面膜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些都是经常用的，火山泥面膜、清洁面膜，经常用的。这个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，这个哥哥，著名的美妆博主云涛老师送给我的，对。然后他这个也是这个洗完脸之后涂抹上一层的那个什么摩丝面膜，挺实用的啊。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了，这个是手膜，这款手膜我真的要隆重推荐一下，其实它是我用过以来真的非常好用的。然后这个是眼膜，这个眼膜也挺好使的，是个日本的牌子，我搜了一下小红书上面说是擦完眼霜之后然后再把它敷上去，敷个十多分钟就可以摘掉，就可以睡觉了，对，这款还挺好使的。然后这个牌子不说了，没钱，但是非常好用。说实话，这个是个补水面膜。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蓝色的这一块，它非常补水，对，而且相对来说不是很贵，在我的面膜箱里面，毕竟脸这么重要嘛，是吧？我就按照价格说啊，先说价格低的。这个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面搜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微针面膜。我真的要拔草，它感觉不是很好用，而且很贵，这个牌子我都没用完，用了两年了快。你们要吗？接下来这一款也是我面膜箱里面比较多的，这一款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牌子，它真的是很好用。我们去日本拍摄，我也在抢这个，但店员不推荐我不知道那店员是收了钱呢还是怎么着，他跟我说这个面膜不好用，但是我用下来这款，尤其这个金色的非常补水，大家可以真的尝试一下。接下来这一款呢，这款就比较贵了，这一款好像要50多还是60多一片啊。这款是我经常拍比较重要的戏份的时候早上会敷一下啊，或者是有重要的工作，对，反正用完之后感觉皮肤很焕然一新还是什么词儿形容一下，就是挺好使的，确实是。好了，来到了我这个面膜箱里面第二贵的这个面膜，很高级，确实是比较好用啊，因为很贵嘛，对吧？这两款都是我在出席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时候会用的，给钱给的多我就用贵面膜。好了，隆重介绍一下我这个面膜箱里面第一贵的面膜，当当当当，看到了吗？贵气，确实是挺贵。我这个面膜买了有一年多还是两年了都没舍得用完。它这个一盒有5片，5片里面还有个什么精华，还有什么补水的，很繁琐。我敷了4片，我都还没总结到它的心得。然后敷上脸之后它就会掉，敷完之后还要擦什么精华，还有什么喷雾，很麻烦，一次要敷，我查了一下40-50分钟。这一片叫500-600块钱。600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，会给你的。但是说实话，敷完之后确实感觉皮肤状态有所改善，就是感觉挺嫩的。Nice， 好用是好用，但太贵我都舍不得用。好啦，今天我的这个大箱底的面膜珍藏箱都分享给大家了。还不如这个点赞、评论、转发一下，是不是？关注我，好的，下次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用的一些东西吧。拜拜！别走开，有彩蛋。那个500块的面膜，2年舍不得用，要过期了吧？你们懂不懂？有一种修辞手法叫夸张。小红书。